刚才有人讲他已经知道今天要学什么东西了。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今天是上数学课啊，看一下那个电话。好。在开始前呢，我会给你。对呀，怎么每天要上课你都放这个的？我知道，哎，你喜欢。对的。那个。好。那么我会先mute 掉你们的 speaker， 我会把你们的 speaker 关掉啊，然后我会给你们听一个故事。Okay, I will let you listen to a story. Okay. Now, 你们注意听啊，要专心听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哦。等一下，有人进来。Okay.狐狸先生的晚餐。狐狸先生的晚餐。有一位狐狸先生住在一个小小的森林里。狐狸先生的脾气很好，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很喜欢和他做朋友。狐狸先生有个种满蔬菜的菜园，他总是把收成的青菜分给大家。小兔子，你来得刚刚好，我正想把这些胡萝卜拿去给你呢。哇，谢谢你，每次都拿你的胡萝卜，真不好意思。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啊。狐狸先生只有一个小缺点，那就是常常迟到。大家都到齐了吗？狐狸先生还没有来啊。喵，狐狸先生好像总是搞不清楚时间。我看到了，他来了。狐狸先生，快点快点，你记错时间了吗？来了。只差一点点，时间有那么重要吗？这天隔壁搬来了一位狐狸小姐。搬了这么多东西过来，真累人啊！希望我最心爱的老爷钟没有弄坏。狐狸先生很想和狐狸小姐做朋友，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办。狐狸先生决定去问问小兔子。小兔子，你知道我家旁边搬来了一位狐狸小姐吗？哦，就是搬来一个大钟的狐狸小姐吗？呵呵，有哦。她是我们森林第一位狐狸小姐呢。我想和她做朋友，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想想，有了，你可以写一张卡片，邀请她和你一起晚餐呢。哎，好办法，谢谢你，我这就回去写卡片。狐狸先生开始写邀请卡。我可以请你一起吃晚餐吗？明天晚上请到幸福池塘旁，狐狸先生。写好了，这样就没问题了。狐狸先生写完邀请卡，就连忙放到狐狸小姐的信箱。狐狸小姐打开卡片，她很高兴有人请她吃晚餐，是晚餐的邀请卡耶。我知道幸福池塘在哪里，不过我应该几点去呢？狐狸小姐看着没有写时间的卡片，有点苦恼。天还没黑，狐狸先生就准备好晚餐。不知道狐狸小姐有没有收到我的邀请卡？他应该知道幸福池塘在哪里吧？还是他有事情不能来呢？狐狸先生等了好久，他没有看到狐狸小姐。狐狸
小姐下午就开始准备，她到了池塘边，没有看到狐狸先生。这里不是幸福池塘吗？天才刚刚黑，我应该没有太晚到吧？还是我看错了？第二天，狐狸先生一大早就去找小兔子。小兔子，快开门，我想问你一件事。我在这里呢，什么事情这么急？昨天我在幸福池塘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狐狸小姐。你们有谁迟到了吗？你和她约几点呢？啊，几点？我的老天，我竟然没有写上时间。下午，狐狸先生又写了一张邀请卡，这次他仔细地写上了时间。您好，我可以请您一起吃早餐吗？明天早上7点，请到山顶的红枫树下，狐狸先生。写好了，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我得快点去准备了。天还没亮，狐狸先生就准备好早餐。他没有等到狐狸小姐。狐狸小姐在早上7点准时到了山顶上，却看到小兔子。狐狸小姐，早安！你有看到狐狸先生吗？早安，我没有看到他呀。难道他睡过头了？下山后，小兔子去找狐狸先生，他想知道为什么狐狸先生没有赴约。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山上呢？你有和狐狸小姐约好时间吗？我和她约早上7点，但是其实我根本不会看钟。啊，你不会看钟，这就难怪了。来吧，我教你。小兔子拿起桌上的钟，耐心地教狐狸先生。你看，钟面有数字1到12，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9，就是9点。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10，就是10点。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11，就是11点。我好像懂了，长针指到12，短针指到3，就是3点，对吗？很聪明哦。接下来要认识几点半，从3点开始，长针从12慢慢走到6，短针在3和4的中间，这时候是3点半。再继续呢？3点半，4点，从4点开始，长针从12慢慢走到6，短针在4和5的中间，是几点呢？我想想，长针指到6就是几点半，短针在4到5中间，表示已经超过4点，还没有到5点，所以是4点半。哇，你很快就学会了嘛，真该早点学的。狐狸先生终于学会看钟了。很快的，狐狸小姐又收到第三封邀请卡。您好，我可以请您在星空下一起吃晚餐吗？12月24日晚上6点半，请到星空草原。晚上6点，月亮刚刚升起，月色正美呢。听说狐狸先生学会看钟了，这次一定可以一起吃晚餐咯。6点半，狐狸先生和狐狸小姐都准时出现了。在月光下的晚餐，美丽又浪漫。
OK， 小朋友，刚才这个故事好听吗？好听。好、哦。嗯，妈妈你们。好听。最主要它是讲什么东西？好。是不是讲时间啊？是不是时间？老师不会吗？他那个兔子就教他。所以你们说哦，看那个狐狸，他不会看时间，对不对？啊，然后他呢就错过了，他约了别人，但是他就错过了时间，他的因为他不会看时间哦，所以他就是不是错过，就是说他会不会在那个准时出现这样子咯。所以那个时间重不重要啊？重要哦，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嗯，所以我们的要提高怎样？故事狐狸先生的晚餐。对 ，OK， 好，所以呢，时间呢要懂得看哦，是很重要的哦。OK，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时间。间。英文我们叫做 time。English we say time。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哦、如果不会看的话、嗯、我们就会那个生活的那个我会看就说完了了哈、哦、你不会 看 OK 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哈时间啊，嗯，来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 This one is English 啊，短的，我看要看短的，短的、啊，whether during the morning, noon, even or night. This is an analog clock. The red lines are called hands. No, not these types of hands. We have two types of hands.来，我们继续。Another type of hand is called the hour hand. This hand lets us know what hour it is, and it is the shorter hand. The numbers on our clock face represent the hours. Look at the minute hand zoom around the clock. We've sped up how long it would usually take. You will notice that both hands are spinn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We call this clockwise. What's the time? When the longer hand, the minute hand, is pointing to the number 12, and the smaller hand, the hour hand, is pointing to one of the hour numbers, we call this o'clock. For example, when the minute hand points to 12 and the hour hand points to 1, we say it's 1 o'clock. But when the minute hand, the bigger hand, gets to the number 6,Then we say half past. 等一下，因为那个人刚刚进来。Our hand is pointing to the number 7. We say the time is half past 7. Can you tell the time?Is it 12 o'clock, 3 o'clock, or is it half past 3? It's not half past 3. It's 3 o'clock. What time is it now? Is it 10 o'clock, half past 12, or is it 12 o'clock?It's not half past 12. Hint, look at where the minute hand is pointing. It's 10 o'clock. The big hand is pointing at 12, so we say o'clock and put it after the number that the small hand is pointing to, which is 10. That means it's 10 o'clock.
What is the time now? Is it 6:30, 6 o'clock, or is it 4:30? It's not 6 o'clock, because the minute hand isn't pointing to the number 12. It's not 6:30, as both hands would be pointing at 6. It's 4:30. Well done! Why not check out more of our fun videos to explore other areas to help your learning? Okay, children. Now, 你刚才听到那个 story, 看到那个 video,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时钟吗？时钟里面哦。听到。OK, 那个时钟里面有多少指针啊？其实它有多少指针啊？有没有看？有两只，其实它是有三只的，但是我们主要先讲这两只先啊。第一只这个长的 ，this one, the long one, it's called hands 啊 ，this one is called hands 啊。The long one we call 我们叫做，我们叫做分针，然后 minute hand， 分针 ，minute hand，yes，OK。And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这个叫做时针啊，这个是时针，我们叫做时针 ，our hand， 一点 ，our hand， 哦，你知道这是一点，很好 ，OK。那么分针是给我们看几分钟几分钟的，那么这个时针就是给我们看是几点的哦。So the long hand we call minute hand。The short hand we call our hand. Okay, 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钟，它现在指的是几点啊？我们最主要是看短的时针。Okay, 它是指着什么 number？ 一。所以现在是几多点啊？现在是几点啊？请问是几点啊？12。啊？我们要看短的，我们要看短的时针。短的时针指着什么什么号码？一 ，OK， 所以呢，指着我们要看这个管的，嗯哼。倩倩，等下还讲啊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一点啊，这个时间就是一点。那么这个分针呢，它就是指着这个十二这边的，然后短的指着一，就是一点。OK， 连英文和华语我们叫做点哦，多少点，几点。英文我们叫做 o'clock， like this one for example, this is 1 o'clock. OK, 一点就是 1 o'clock. OK, 好，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快速的看 ，sorry 啊 ，OK， 我们快速看这个，一下子你大概就知道。OK， 十点，一点半了，一点半了啊 ？What time is it？ 一点了 ，What is it？ 半了。It's 1 o'clock. 一半。在几点？现在几点？一点了。一点了。二。一点了。哦、，What time is it?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2 o'clock. It's 2 o'clock.It's 2 o'clock. 现在几点？两点。两点。对了，你就看短针指在哪里哈、哦，长那个短的时针在哪里？三点。3 o'clock. What time is it? 3 o'clock. It is 3 o'clock.现在几点？四点啦，阿君啊，不要玩那个字哦，
这边喽。五点。五点。现在几点？五点。五点。六点。六点半。现在几点？六点半。不是六点半啊，六点。知道几点了吗？短的，你要看短的。12:06。我楼上没有。Okay, 没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Okay, let's. 12:00。我们看今天的功课，我们来讨论一下。Okay, so this is today's homework. Your mathematics workbook. 今天的功课什么？OK， 好，来，记得功课要先写上 Tuesday, 27th of July, 2021, and you also can write 星期二，你也可以写星期二，或者是写这样子的日子，都可以呀、啊。OK， 好，等下你们来时间。爸爸，妈妈。哦，谁的声音啊？妈妈。OK， 好，来，记得先写你们的日期啊 ，Tuesday and the date 啊。OK， 好，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哦。来，我们要快速了哈、哦。请问第一个，你看是小朋友刚刚起床哦，你就是那个 early morning 哦。So what time is it?
这边是几点啊？几点啊？谁可以告诉我这边几点？七点 ，OK， 所、so, 以你看这边是写七点，华语我们叫七点 ，English we say seven o'clock， OK， or we say seven o'clock， seven o'clock， OK， and you write seven 啊，来第二个了，你看，哎呦，去学校上课的时间是几点啊？在学校十点。Okay,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写上10点。10点 ，How we say in English？ How do we say in English？ 12点。10 what？ Ten o'clock. Okay, we say ten o'clock. Yes, good. 10 o'clock. And how about this one？12点，那么我们就把它写上12点 ，12 o'clock， 12点半啊，还没有到半啊，它的分针六，指针六啊，12点半，我们下次我们学，我们今天是学正点，先啊，正点 ，OK， 好，最后一个了，哦 ，It's time to sleep， What time is it？ 9点半，没有半，九点而已，他的时钟就是九。9点半。没有半，9点而已 ，9 o'clock， OK， 9 o'clock， This is 9点啊 ，OK， 小朋友们啊，那你们自己看那个时间来写 ，OK， 第二张了哦，这个这是什么？哇 ，OK， 先记得要写上你们的 day， write the day and date， write day。画上正确的时间 ，draw the hands of the clock to show the time。OK， 第一个你看他讲的几点啊？请问第一个？你要画错了。现在是几点？嗯啊，这个我12点。哦，他这边写是中午12点 ，12 noon， 所以12点啊。这个你们要很注意哦，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分针跟这个时针，分针是长的，时针是短的 ，OK？ 所以分针我们要指正哪里啊？如果是正点的话，12点。12。长的针要指正哪里？分针。12。哦，刚才人讲12。OK， 长的针要指正12，那么短的针呢？时针要指正哪里？12。也是12。OK， good。喂，小妮妮。9点半啦，哎，小妮妮，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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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点吧。长的那个分针要画在哪里啊？九点。啊，长的分针哦，要画哪里先？晚上七点。要指着哪里分针？晚上那个分针要指哪里？长的。指着哪里啊？二十二。二十啊，这边没有二十哦。十二不是二十啊，是十二啊。所以我们的分针长的分针呢，哈，要指着这个十二。The minute hands point to the clock, and then 哈九点哦，所以你看它九点半。这个九点啊，将那个短的时针要指哪里啊？啊？短的时针要指哪里？九点很好 ，OK， 所以还是指着九短的哈，记得一个是长，一个是短呐，不要两个一样长，要不都是几点 ？OK， then next this one， 哦，他这里写傍晚几点呢？七点，很好 ，seven o'clock
in the evening. 7 o'clock in the evening. 那个 minute hands 我们要指哪里？那个分针，长的分针要指哪里？一分。指哪里啊？十点。啊，一点。红色的长长的那个。啊，十二。长的分针指的十二，那么短的时针呢？要指哪里？七点。啊，七点啊。七点。还要七啊？它七点的话，我们就要指着七哦，不会指着十啊。OK， so this is the second page。OK， 这是第二面啊。记得长的分针是指着十二，然后短的时针就是指着它腰的那个点数哦，十二点啊、九点或者是七点。OK， next。Okay, please write your day and date. 这也是很简单哦。Write the time, 把时间写出来。请问第一个这个是几点啊？有一个罢了的。啊，哦，对，那么我要告诉你哦，你们的书本啊，有一面是这个，对不对？这一面跳过，这一面不要做，这个我们下次才做。我们翻去后面做这一面 ，OK？ 你找我讲的那面就可以。这面我们跳过，下个星期做 ，OK？ 这个先不要做啊，我们先看这一面先 ，OK？ 这个是在后面的，这个是在后面的。第一，它下面写是24，有的在后面的。OK， 好，第一个是几点呢、啊？请问小朋友们。第一个是几点 ？What time is it？ 四点。Good. Okay, very good. It's 四点 ，four o'clock. 然后第二个呢？请问是几点？一点。很好 ，very good. 一点 ，one o'clock. It's one o'clock. Okay, so children, this one. What time is it？ 十点。十点 ，we say。We say ten. Ten what？ Ten.Ten o'clock. Yes, we say 10 o'clock. 啊，十点 10 o'clock. 这是八点，很好。English how we say? 另外一个是六点，然后另外一个是十二点。哎，你可以再猜喽。Okay, 等一下，这个人 ，What time is it? This one, children. What time is it? 啊，八点。English how to say? How to say in English? 五点。What number is this? 啊。What number is this? Eight. Yes, eight o'clock. Okay, English is eight o'clock. Okay, and this one. What time is it? 6 o'clock. 六点，很好哦。那么最后一个哦，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哦。这是几点？十二点哇，这个难度很难。怎么一直有人讲三呢？啊，怎么谁来讲？我们不管。一直有人讲十二点半、一点半、七点半，还没有到班啊。如果班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了。可以，请问几点？十二点 ，we call 12 o'clock， 你们就看着它的时间来写就可以了，看着这个时针 ，hour hand， 给的 hour hand，OK， so， 喂，所以你们明白吗？知道怎样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啊 ，OK， so children， I want to ask you again 啊，请问这个。长的这支针呢，叫做什么啊？长的这支针叫什么？十二分的，不是它叫什么针？它叫做一分针，它叫做分针哈。终点的这个叫做分针，那么短这个呢？短这个叫做短针，不是短针。啊，他我们叫他时针，OK， 时针。给来小朋友们讲一下分针。Minute hand. 这个时针。时针。
时针。Hour hand。OK， 那么这个就是几点呢、啊？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的点。This one is one o'clock, two o'clock, three o'clock, o'clock. OK. Less than 1 minute. Children. 我们要学的关于时间啊 ，time. OK. Now it's less than 1 minute. So that's all for today. Time for us to say goodbye. Goodbye, 小朋友。谢谢老师的支持，好，拜拜，爱你，太阳，谢谢，太阳，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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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多喝水呀，小朋友们多喝水呀，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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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